make. My song keep on rolling. 音乐博客 Music Box。音樂博客同大家見面，嗯，咁我哋兩個似唔似後邊嗰兩個？有啲啦，咁你想做邊個啊？我冇乜想，我兩個都唔想做嘅，做翻自己啊？係，梗係啦，做翻自己啦。嗱，咁啊，達明一派咧就即係我諗係香港經典嘅一對即係二人樂隊，就呢個無可置疑啦。其中一對啊，
咁我就當年咧就好彩，因為我喺AC我收飛嘅。啊、哦，係啊，你講下。佢哋差唔多第一場啊，即係初初出道啊，嗯，即係佢唱咧，我睇有幸睇咗嘅。嗰陣時都未出石頭記添啊，未出啊。係喎，石頭記第一隻啊，我記得係啊，係啊，佢有一隻嘅，有一隻先，即係第一隻出嘅。嗰陣時就即係大家唔係好熟，因為起碼阿黃耀明識啦，因為佢喺上嚟做 DJ 噶嘛。係。就即係轉咗去做即係唱歌咁樣。嗯。咁我就好有幸啦，即係因為1985年嗰陣時咧，就即係風起雲湧啦。張學友就初初贏咗18區，嗯，咁又係石阿莉唱嘅，嗯，咁啊唱親都係呢個情義世啦，嗯，啊，咁其他風雲啦，Radius 再後啲啦，到過3、4年噶啦，嗰啲又係，唔係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全部睇曬嚇，你應該係睇啊，係好似係有一晚嘅，你睇風雲係蔣志剛嗰陣時定係已經唔係蔣志剛？蔣志剛時候係咯，嚇，咁就仲有係 Radius 啦，嗯哼，嚇。咁好多嘅連阿 Danny Summer 嗰陣時都即係我哋係又係臨場睇嘅啦。Raiders 係86、87度啊。係啊，嚇！啱啱嗰段時間咧，85至88啦嗰段時間。因為我記得係Whitney Houston 嚇、啊，又喺嗰段時間出，哇！真係嗰陣嗰個年代好多好歌聽。好多好多嘅，你而家即係講緊嗰個年代，即係我諗係黃金年代啦。咁我哋好彩咧，就嗰個年代咧，我哋又唔使錢，係、直接再上睇到嘅。嗯。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大明一派咧就好多嘢值得講啦。但係第一個感覺咧，當年啦，咦佢哋香港 Pet Shop Boys 喎，Pet Shop Boys 都未出，出咗噶啦，好似出咗噶啦，好似差少少，早少，佢早過 Pet Shop Boys 噶，係咩？係啊，因為佢出嗰陣時係 Human Leaf 嗰陣時，Human Leaf 嚇啊，係嗰陣時係出咗大概係都要三，我其實有陣時覺得咧。那個時代的英倫音樂、電子音樂咧，係向同香港取經嘅。你又咁覺得？係啊，係喺嗰個包裝。知邊個抄邊個係嘛？我覺得當其時係英國抄緊香港呢一種玩法，真嘅。你睇到佢咧，我記得嗰陣時 Pet Shop Boys 嗰個有個特輯，嗰陣時做一個專輯英國 BBC 好似係，佢就係講緊佢哋嗰陣時係 challenge 緊當其時。湧現一紮呢啲類似 Pet Shop Boy 啊咁嘅英倫組合啊，咁佢哋啲嘢咧其實即係講真句，樂底唔係咁強勁，但係後邊有好強大嘅，即係 production 嚟噶嘛，即係嗰張天。冇錯啦。其實即係講嗱，我唔知啦。譬如如果主音咁樣就其實麻麻地嘅嚇，有多 key 佢唱唔到添。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後邊嗰個成個音樂嘅即係 back up 咧就好強嘅。因為嗰陣時跳舞音樂盛行啊，佢好多用混音去做咗嗰件事出嚟咯。咁、但係調翻轉。達明唔係嘅，達明佢哋係有水準嘅、即係你頭先講開石頭記，我當年我記得我聽石頭記驚為天人。嗯、我話點解可以嗱？因為點解咧？觀眾留意一下當其時石頭記，雖然佢做緊喺一個話劇裏邊做一個應該係《真念二十面體》。係啦係啦係啦，佢嗰陣時嗰個音樂咧，同期我想提一提大家，同期有啲咩音樂咧，類似呢啲嘢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蔡楓華都有啲咁嘅小調嘢走出嚟，但係嗰啲係叫小調。但係達明嗰派咧就用翻嗰類嘢，但係即刻轉曬所有嘢，係西化嚟嘅。其實就係中國樂底西化嘢，嗰、那個正正式式西化嘢，嗰啲好驚喜嘅嗰時我聽落。但係問題就係石頭記最勁嗰係歌詞咩？係啊係啊，呢、這個就係佢要配合埋嗰個戲裏邊講嘅嘢咁所以即係石頭記嗰個歌詞嘅底板就《紅樓夢》啦，咁就係冇翻咁上下中文水平就寫唔到出嚟嘅。咁所以佢呢個歌到依家都係 unique 嘅，冇乜即係冇乜人其他嘅樂隊或者嘅填詞人係填得翻呢只風格出嚟啦嚇。佢係算新一代啊嘛，當時係無論個概念啦，或者係即係嗰個音樂本身啦。即係都係相當之 unique 嘅，同埋又咁嘅喎，你有冇留意嗰陣時好多隊樂隊都有啲御用嘅詞人啊？係啊，後生嘅，大家都係後生。Radius 嗰陣時咪阿林夕咯，係啊，咩 Radius 作曲林夕，即係等於太極殷葵。殷葵啊，就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專嘅。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呢啲就係組合嘅好處，大家咧喺度佢可以商討啊，點樣去做嗰件事。
大家嗰個理念差唔多，咁嗰個火花就好好睇嗰啲嘢。大明一派咧就好明顯啦，就是、人山人海啦。咁我唔知係咪啊入邊有賣黑啦，咁但即係如果我錯嘅，大家就指正我啦嚇。咁、但係咧 ，anyway 咧，即係大明一派一個相當之風格化嘅二人組合嚟嘅。係。咁咧就得兩個人啦。咁、我就唔即係。技術層面我就不知道，所以要請教你了。得兩個人的時候，其實這個是算不算band生呢？你可以說，不是的，你另一個例子，BG's，你覺得是什麼呢？BG's就是兄弟組合咯，其實就是類似雙將的東西咯。不過它有一樣分別的，不過始終它整件事的後面的音樂都是他們自己做的。當然再後期 會有些分別啦，即是你最初開始 你不夠 budget 的時候，唱片公司當然限制你很多東西，你就自己 one man band 搞定了，但當然去到成熟的時候 有其他有其他東西，特別是譬如黃耀明、劉燕達自己都走過出來的嘛，是吧？我們說即二人組合在外國很多啦，著名的譬如Simon & Garfunkel，但Simon & Garfunkel不同嘛，我見我哋玩一支吉他已經搞掂曬㗎啦，即係阿Paul Simon玩一吉他，阿格芬豪同佢一齊唱已經搞掂。咁大明一派唔係㗎嘛，大明一派俾我哋嗰個感覺就係電子音樂嚟㗎嘛，係佢係電子音樂，因為劉以達本身嗰、那個即係創作嗰、那個那個風格嚇。咁、所以咧當其時咧，即係頭先我問嗰多餘咧，大明一派定係band生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兩個人本身都有好強嘅個人風格嘅，係嚇。但係呢種火花係。正正需要喎，佢重温少少啦，即係大家可能好多節目都會講過佢哋嘅相遇啊嘛，個相遇就係喺登報紙去招募邊個爭邊，邊個招募邊個先？劉以達登報紙，然後係黃耀明認證，係啦，跟住係我仲記得嗰個 conversation，就係話喺戲院。錯都係相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跟住慢慢慢慢傾下，啊啱傾，跟住發展出嚟咯。呢、個就係佢哋嘅開始。係，同埋今年亦都好似佢哋三十周年。哦，邁向三十，邁向三十周年。係啊，係啊，所以我點解會突然間做咧？因為我早幾日有個朋友講開，好啊，咁我哋就做呢個咯。因為諗到呢個 subject 做，都幾啱時間。好啦，嗱，咁你係音樂人啦，咁你覺得大明一派有啲咩特別嘅之處咧？同其他二人組合，初期係英倫風，但係去某東始終都係一個香港人，我哋會捉到香港人需要嘅東西，係其實佢都，我覺得都係中產嘅，知識分子嗰種出發點嘅，佢哋寫嗰啲嘢。同埋留意翻當其時好多中意聽佢音樂，除咗低下階層咧，仲有一班好大班絕對主流嘅，嗰啲係中產成長出嚟嘅人嚟嘅。佢哋要嘅嘢唔係一啲好直接嘅嘢，佢哋係要一啲即係我哋成日講話要用腦諗下嘅。係啦，你唔好直腸直肚同我講啦，我唔中意呢啲嘅咁樣噶啦，你等我諗一諗啊，得唔得啊？嗰只嗱，你譯仔講呢個咧，其實就點出咗香港歌壇一個幾大嘅毛病啦。就係、你有個產量都豐富嘅，以前啊，但係咧就譬如個歌內容或者風格咧，都好偏重某幾種嘅，即係冇乜嘢。咁但係喺西方嘅搖滾樂壇咧，其實到六十年代打後咧，由於嗰個社會形勢改變咧，佢哋好多講嗰個社會嘅問題。係。咁大明一派咧就可能基於阿黃耀明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思路啦。佢亦都嘗試去講一啲現實問題嘅。係。亦都唔避忌嗰個政治嘅問題，譬如十個救火的少年。即係已經好白嘅啦，講俾你聽，即係喺六四之後，香港人個心態轉變嚇。咁、但係佢唔會講俾你聽啊，即係我哋喺六四之後嘅心態轉變，唔會咁講法嘅。佢講即係用一個比喻嘅方式去講啦。咁佢入邊好多歌都係用咁嘅方法去表達嘅。係嚇，我應該咁樣講嘅。以個我過往嘅資料去睇佢咧，黃耀明佢係一個非常之一種追尋一個理論的
即係有少少烏托邦啊。嗯，即係點講咧？因為你睇翻佢啲資料，大家都知嘅。佢後生嘅時候已經去追尋宗教，嗯，即係一個追誒，唔係信仰嘅問題，係佢係想了解，就算揭一本聖經，佢都會睇下裏邊，即係裏邊嗰個意義喺邊度。其實係講緊咁，我會引申到去塑造咗佢呢一種特質出嚟，已經係。嗯，咁變喺呢個表達佢嘅情感，嗱，譬如一個歌手，我就覺得係咁嘅，非常之有幫助，因為佢係咁嘅性格，咁嘅結構嘅人咧，佢必然佢嘅內心唱嘢出嚟嘅時候，佢就會有嗰種嘅味道出嚟嘅。係啊，呢個隻歌要跟個人噶，即係跟個人嘅風格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唱片公司點睇呢個問題咧？即係唱片公司會俾壓力你就話。喂，唔好搞咁多花神啦！屌，有啲人唔中意啊，聽唔明你唱咩嘢我覺得始終當其時嗰個樂壇係非常蓬勃，嗯，當試驗性質，有乜壞咧？嗯，冇壞嘅呢樣嘢，試啱咗，如果市場亦都係存在嘅，咁咪由佢繼續發展咯，俾個相對地俾個自由空間佢添。你再留意一下達明一派佢係。剛才說講中產，嗯，你留意一下他唱片公司的造型，啊，他們做這個就原本想著第二節講的，現在看就是大一派是很型的嘛，他是 很走到他的時代 fashion 的最前面的，嗯，如果說香港當時他是超越了香港，他是看了很即他身邊很多很多做我哋叫咩 custom 嗰班人去做呢一扎嘢，佢哋好外邊睇咗好多資料，再翻嚟，跟住再去幫佢做呢啲嘢出嚟，嗯。即係當然佢本身都要有呢個 sense。係，但係要係我覺得係黃耀明多啲。我呢個唔出奇嘅，因為個形象本身啦，你睇下後邊嗰張相啦。咁呢張相就係當其時嚟講，就真係覺得好型啊嘛，係嘛？即係你同期有邊個出唱片個風套開？唔係因為一幅相用設計角度去講，一幅相裏邊係補足咗一個空間啊。嗯。佢停咗呢個空間裏邊咧，個重點咧係喺嗰個人佢哋嘅眼神。嗯。嗰個交流，你睇唔到對眼，但係佢哋嘅嗰個活動裏邊姿態會俾到一種感覺咧，佢係喺度諗緊嘢咁樣咯。嗯。咁個唱風套入型啦，個人嘅造型要型啦，啲歌都要型喎。係，當然係啊！咁啲歌成件事嚟，係成件事嚟。你唔可以話個人咧就好型，但唱風就好柒。咁你唱啲歌又大家觀眾，而家你睇翻嗱，而家你睇下佢嗰幅最大嗰幅咧，你留意下嗰個構圖咧，其實好立體嘅，嗯，好似好簡單，其實好有深度，擺專登會喺一嚿嘢喺前邊，俾翻個深度嚟，然後嗰個空間感，嗰件事佢哋喺度。整件事和配合隻歌裏面有些 conversation 那些東西的，嗯啊，所以 他這個做法本身就體現到就是喂起碼在那個年代他們做了一個就是說一個 package 的 design 設計概念出來，是啊，當時其實所有人都很開心的，告訴你，所有做那個行業這個範疇裏面的人，都你會想像到開心，因為個發達嘅時候有自由空間，你可以做好多嘢。大家係唔係淨係音樂有火花，嗯，而係周邊所有嘢都會有火花出現。嗯，去點樣去令到自己昇華喺嗰個行業裏邊，有一個位置。嗯，大家喺度良性競爭嘅比賽啊，這個叫做。咁佢個所謂競爭好處就話佢。當其時即係大量啲樂隊都有佢自己個人嘅風格喺度，係啊，你即係你會起碼認到啊，大明一派就大明一派係嘛，Raiders 就 Raiders 係嘛，風雲風雲或者其他就個個都有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咁而家呢個問題咧就好嚴重啦，嗯，無論係歌手同樂隊都冇個人風格嘅，我記唔到邊個打邊個係嘛啊？會係啊，因為我純粹嗱調翻轉我褪翻後來用一個欣賞角度去睇啊，嗯，好大問題係因為而家嗰個。成本問題，嗯，亦都係外國西方社會嗰個資訊爆炸之後咧，我哋接受資訊太快啊，變咗好多嘢咧，佢哋受眾唔係做呢個行業睇嘅嘢，其實同製作嗰班人係同一時間行嘅，嗯。即係唔係以前嗰種距離，嗯，咁變咗嗰種火花性冇咁多咯。但係呢個即係唱片風度問題，亦都受制於嗰個新嘅產品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當年我係聽大碟嘅時候咧，個唱片風度咧有好多嘢俾你玩，嗯，
嗱，呢個呢、這個呢、這個一定係唱片封套先出到呢個效果嘅。嗯，第一隻 CD 係出唔到呢個效果嘅，因為唱片咁啊嗰陣時應該仲有碟啦，係嘛？第一派有仲有碟嗰陣時，我記得係啊，仲有唱碟噶嘛，係嘛？咁我自己一個最欣賞咧就係呢個 ELP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嗰個用日本嘅防曬繪做嗰張唱片封套，咁就真係哇！即係嗰陣時睇到真係冇得頂啊！佢我記得我嗰個年代咧，啱啱咁巧佢。其實他初初不是最長頭髮的嘛，王耀明，即他可以給個時間他留到這麼長，然後跟著才做那個封套出來，留頭髮不是說留就留的嘛，都不是的，頭髮可以，即我你沒有一年了，你都不得了，是不是，對不對，你由這裡去到一倍，是吧，咁嘅時間咯，咁成日個美子其實已經係諗緊呢樣嘢啦。我相信一定係嘅。唔係，但我記得當其時阿黃耀明一出嚟嘅時候已經係長頭髮㗎啦。未到最長咁多啫。係啦，就差後屘生係長少少啦嚇嚇。咁但係呢個長頭髮問題喺當其時仍然係一個即係前衞㗎，前衞啦嚇，因為你想留啫，你未必有本錢留到噶嘛。冇錯冇錯。咁啊，啱先翻嚟，我哋講講呢個即係電子音樂嘅問題啊。好啊。OK。